哈，大家好，最近很多网友都说我们的石头根基需要处理，今天就用祖传老办法把石头根基好好处理一下。上午东边的围墙已经处理出来一段，下午开始处理西边的围墙跟前墙，争取今天把它搞完。好了，干活了。这种处理石缝的方法也是我们这边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老工艺，就连以前的房墙都是这么抹出来的，经过上百年的风风雨雨依然是安然无恙，所以我们才会用这种办法。只是之前一直不知道配比，也是村里有位85岁的老发工匠给支的高桩，效果弄出来一看还挺惊喜的，不但漂亮而且非常的牢固，等到彻底干了之后把石面冲刷干净就可以了。今天呢，也给村里的玻璃匠打了电话，会尽快把窗户先装上玻璃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。
买的两颗下黑无籽葡萄，不知道是土不好还是见不到阳光，现在也是半死不活的状态，所以今天又跑到苗木市场花10块钱买了一颗巨峰，还是带土的，也往外挪了挪，可以保证它充分有阳光的照射。还有之前买的樱花树呢，两颗都挂了。两颗突尼斯呢，现在也是半死不活，也不知道是死是活，所以又花40块钱买了，这是一颗红宝石吧，带土的，这次应该可以活了。还有海棠树的话，现在是刚发了一个非常小的芽，非常的小啊，等到后期它彻底枝繁叶茂了，就把这棵椿树挪出去。这几天呢，从网上买了一些像果灵草，还有波斯菊、乒乓球花，各种花草10多种也已经陆续到货了，后期就可以栽种了。今天呢还买了一种比较特殊的植物啊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四哥花了10块钱，这也是一种超美的爬藤植物，叫做葫芦，品种是宝葫芦，就是做工艺品的那种，现在这种植物也是不多见了，四颗花了10块钱，两颗大的两颗小的，大的可以长到半米，小的就是非常精致的那种，它也有着非常好的寓意，还有个别名叫做福禄，象征着福和禄。我计划让葫芦呢爬上葡萄架，秋天的时候葡萄架上爬满大小不一的葫芦，想想都非常的美。这四颗呢应该可以结很多，到时候有喜欢葫芦的呢也可以向我要。今天一整天主要在外面跑了一点，今天也就先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见。和大家好，今天上午又拉来一车沙子，把院台下面又修了一下，我们订的窗户的玻璃呢也已经割好了，等会儿去拉过来装上。之前很多网友一直建议我用高压水枪给老房墙做个暴力清洗，因为这老房墙呢是要涂装的，所以今天我也拉来了水枪，先冲一下看看吐出来之后是什么样子，再决定怎么刷。好了，干活了。
这裸宅的墙体还有围墙，我们计划着是用刷墙漆的那种方式全部刷出来。这墙面呢，之前看着也是脏兮兮的，所以才考虑用高压水枪试着清理一下。没想到清理干净之后还挺惊喜的。看一下这青砖白缝的，确实够漂亮。但是现在又有了一个新的难题，如果全部刷出来的话，这么小的砖缝要勾出砖缝来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。目前的话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，如果大家有高招的话可以给提供一下。今天下午呢也把玻璃拉上来了，会尽快把它装上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